天晴天每天发生，红灯绿灯所有信号在等，蚂蚁般的人群渺小到被忽略身份，斑马线交错像银河星辰，世界变慢时好像沉，对未独处的城，谁是归途赛跑的人，我等你将是最长情的过程，假面成宇宙伟大的精神，等时间按下快门，在青春不遗余力沸腾，你看，情侣间必做的十件事情，一起去坐摩天轮，哎，这个我有，哎，你快念下去啊！现在还有什么？二，一起去看一次日出日落。三，弯下腰为她系一次鞋带。哇，为什么呀？这女孩又不是没有手，不能自己系吗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，一点情调都没有？哎，还有，四，闭上眼让她牵着你的手够吗？这个浪漫。哇，好浪漫啊。对，但是闭着眼这不瞎了吗？哇，我说你这个人呐，真的是一点浪漫主义都没有。还有呢，我一起去日本看一次樱花，这个好，那个时候樱花一定很美。我们站在六，一起吃火锅，我觉得这个吧，找我。那个邮件已经发你邮箱了。报告这么快出来了？哎，你等一下，你待会儿再看。啊？你等我走了你再看。我走了。哎，等会儿。到底怎么了？哎，那你看吧，你看吧，但是。说好啊，你不能笑。有什么可笑的？你笑了怎么说？我笑了，我是猪，好了吧？你说的。赵小山。我是猪，说了不能笑的。你是不是因为秦兵的话，所以？邱佳宁，说实话，我不知道恋爱当中什么事情才是最浪漫的，但是我愿意为了你去学。其实，最好的爱情，不是学来的。做你自己就好。喂，王朗，我马上过去。嗯，坐车。你找我啊？啊，佳宁，你快坐。哦。刚刚李纯然向人事部门递交了辞职报告。啊？什么情况你了解吗？我不知道啊。现在项目到了攻坚阶段，李春然又是老员工，他这一走，一时半会的找不到合适的人手啊。这样吧，我去找他聊一下。跟他好好谈，一定想办法把他留下来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去吧。怎么突然决定要辞职啊？王老跟你说了，对不起啊，影响了大家的工作。是有公司在挖你？没有没有。
我是决定要回老家。回老家？为什么？我累了。是因为张宇？没有，是我自己撑不下去了。作为一名女性的科研人员，付出的代价要比男性大，但是能站在金字塔塔尖的就那么几个人。我不知道我继续坚持下去还有什么意义。当然有意义，原计划就是你坚持下去的意义。但是我说服不了我的父母，原计划能不能改写人类健康史对他们来说不重要，他们只在乎他的女儿，一个30岁的胖姑娘，孑然一身，在一个陌生的城市。我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期望。可是你辞职，就辜负了你自己。是，再年轻几年我也会这么想。可是我算什么呀？那天的闹剧你也在。我，李纯然，一个寒窗苦读20几年的女博士，连那样的人都可以轻易的嘲笑我，看不起我，没有意义啊。纯然，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冷静下来再考虑考虑，至少不是今天，不是现在，好吗？我知道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很不厚道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家里逼着我做决定，我注定不能在科学的道路上攀登高峰了，倒不如做个孝顺姑娘，人活着嘛，总得创造点什么价值，对吧？对不起啊，佳宁。当然，姐，你别走了，要走也要等到年终奖之后再走啊。不对，要走也要等佳宁姐开完大会回来，她才能走啊。宁姐，你别走了，我们都舍不得你。是啊。哎呀，我爸一直身体不好，我妈年纪也大了，照顾不了，家里离不开人。那好可惜啊，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哎呀，没事。李纯铁了心要走。嗯。但是王老希望他留下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他走了以后就不回来了，可能这辈子都见不着了。他跟你说的？他爸妈在老家的中学给他找了一个化学老师的工作。挺好的。那小子还是不肯重考。嗯，看来得下重药了。错了。你确定要走了？嗯。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挂了。等等。纯然。啊。一路平安。
谢谢。今天下午李处长走，你们谁送他呀？不是说下周才走的吗？他爸妈好像着急让他回去。就差这么几天吗？听说是回去结婚。结婚？他连男朋友都没有，跟谁结婚啊？好像是上次那个男的吧？那个渣男。真的就要走了？那不然呢？哎，我说你们有话赶紧说，好吧？我还赶着做生意呢。我走了。等等。到底要说什么呀？过来。干嘛呀，张宇？过来，过来。张宇。表白，你有意思吗？我都要走了，你还要耍我一次？春然，我是认真的，你要嫁我就娶你，我喜欢你。张宇，你别开玩笑了。你到底走还是不走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李春然，你必须得答应我，如果你不答应我，这辈子你就嫁不出去了。那你早干嘛去了？我之前暗示过你啊。你那是暗示，你每天就知道怼我。但是我怎么不怼别人啊？哎，我比周小山好看吧？你可没人家帅。那秦斌呢？你还没人家高呢。磊哥，你就比磊哥强一点吧。对，你看他那满脸褶子。反正外面比你条件好的多了去了。外面条件好的是多了去了，你都相了101次亲了，你都没相上。现在就我一个了，你给句实在话，行还是不行？我又胖又能吃的，管够。我长得也不好看，但是你心里美，脾气也不好。我脾气好。哎，我脾气不好。我说你们两个人到底走不走啊？不走。这不走？哎，我等这么长时间，说不走就不走，你耍我？来，师傅拿着，后备箱开的。看到了吗？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爱情了吧，两个人一起面对过去和未来。死人了！你干嘛呢？回家吃口饭。哎，等等我。来人！谢谢谢谢。磊哥，来啊，磊哥。干了干了干了！谁呢你？你们俩什么时候请大家喝喜酒啊？准备。哎，你们红包准备好了，随时喝，随时喝。不是，哎，这位同事，我说娶你。那我还没说嫁你呢。哎，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跟何文宪两种人吗？还有一种，那就是秦医生一样。哎，我跟你们讲啊，那个渣男天怪找我麻烦，加你帮我出头。那个渣男竟然想对我们动手，然后秦医生一把就把他推开了，挡在了佳宁面前。哇，那个肌肉壮汉啊，简直就是美国队长，帅死了！给他打个电话，他过来，我好谢谢他。哎，那个大家一起祝那个纯然和
张宇，要让他们快乐，好吧？姐，我没带钥匙，你带了吗？聚餐啊？啊，我就在附近。嗯，行，好，一会儿见啊，拜拜。嘉欣，啊，咱们去吃夜宵吧。哎，正好我姐实验室他们聚餐，叫我去呢，咱一起啊。聚餐啊？嗯。哎呀，怕什么？周小山也在，走啦。嗯，走。我呀，冉姐，冉姐，楚文，来吧，还是大冒险？什么？大冒险？你亲他一下。我就稍微委屈点，让他亲一下。我要委屈一点的。哎，那行啊，那我来了啊，等我啊，马上过来啊。来了，与鸡吃灰不如吃鸡啊！哎呀，其实乐在后面。呀，这是嘉欣吧？是嘉宁的妹妹，我在宿舍碰见过。小哥哥、小姐姐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嘉欣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你好。Hello。哎，这个是？她是我妹妹，她和嘉欣是好朋友。来，请坐呀，坐坐坐。你给他拿个椅子，给你饮料吧，这饮料刚打开没喝呢。这个新的没人喝过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哎，刚才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笑，你们玩什么？这句话大冒险。哇，听起来好好玩，继续啊。到我了，来来来，来啊，有冤报仇了啊！好好转啊，好好转。哎，哎呦，朱老师。哎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。爷们儿。好冷啊！哎，那天我在宿舍听到你宿舍有女人的声音，女人是不是女朋友？所以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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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话实说啊，朱老师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是不是？是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女朋友是我们实验室啊？这回好，这个交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是不是？谁呀？是不是？是。谁谁谁谁要是女朋友的？猪猪，都坐上，你赶紧的。一次不是只能问一个问题吗？都问了俩了。对呀，我这一次性都回答了你两个问题了。你都问到这份上了，快说吧，快说吧。对呀，我没有什么奇。遵守游戏规则行不行？一次不是只能问一个问题吗？对呀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那佳宁来一个吧。那你继续转。等会儿下去了。继续转啊！小山一点是真正啊！赵山，这就是命运啊！来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哎，赵山，你刚刚已经选了一次真心话了，是不是该玩大冒险了？一样的没去。哎，我就真心话了。哎好，我说。天哪！姐妹，快点啊！猪猪，你看猪猪准备好了。凯伦，凯伦可以啊！笑什么笑？放手我也不敢呀！这是我，他喜欢我。完了完了，我吧。啊，对对，是你。默默。裘佳宁，是我周小山的女朋友。抱我女朋友不行？烦啊！明天去了公司，有你说的。我乐意。看着我，裘佳宁。看
看着我，看我。哇塞，这也太浪漫了吧！其实我挺羡慕秦冰的。为什么？他可以大声地告诉全世界，他喜欢你，他在追求你。但是我却只能给你偷偷摸摸的感情。抛开这些不说，他的家世、体面的职业，这些都是我比不了的。所以，你要打鸡飞啦？有点。你觉得我会在乎那些吗？但是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在乎啊。哎，你等等，茉莉，你怎么了？他总觉得和他竞争，我少些资本。周小山，我喜欢你。这就是你最大的资本吗？之前不让我来是怕引起怀疑，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你妹妹，怕什么？怕邱佳宁吃醋？你可以走了。你说过你对邱佳宁只是逢场作戏，骗取她的信任，这段感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所以今天为什么当众坦白你们的关系？我这么做自有我的道理。哥，你是不是对她动真心了？你够了？还是说你一开始对她的感情就是真的？闭嘴！茉莉，当初如果不是你自己主动接近裘嘉欣，暴露了你自己，裘嘉宁他现在会怀疑我吗？如果我不用今天这一手，能打消他对我的疑虑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实验室现在已经更改了最高权限人的密钥，这说明什么？裘嘉宁的意思？是不是他的意思我不知道，但如果是他的意思，就说明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总而言之，配方分析失败，密钥失灵，现在裘佳宁就是我唯一的切入口。如果我和他之间再出现任何纰漏，这次任务注定要失败。哥，对不起。回去吧。你们说他俩是追的谁？据我观察，应该是周小山追的裘佳宁。我当初还以为他跟猪猪能成呢。什么眼神啊他！哎，不过这么看来啊，当时所有想不通的事儿，现在就都说得通了。比如说呢？比如说，当时我不老在跟周小山和裘佳宁做实验吗？裘佳宁不老让我们养细胞吗？周小山是死活都养不好。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他显微注射术做得那么好，怎么连个细胞都不会养呢？故意的。对，就是为了给自己创造机会。哎呀，这老夫的少女心哪呀！跟电视剧似的演呢。你什么时候找一个？无聊，补无聊啊。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知乎网站，办公室地下恋情是一种什么体验？答：谢邀，男，今年26岁，现就任于国内某家大型医药公司研发部，正在和办公室女同事进行一场地下恋情。总的来说呢，每天就是蜜里调油，羡煞旁人。哎，我给你们买了养乐多，喝一下吧。谢谢。
今天的这个养乐多啊，应该是特别的甜。哎呦，肯定的。赵小山，你这往群里发的什么链接啊？办公室恋情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周小山答：狗粮管够。哇，甜死了！你们自己分啊。太甜了，给。王亮，你找我啊？嗯，一大早我在办公室，就听说你很多事情。佳宁啊，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说你，你处理得很不好。是，王老，我知道办公室恋情是职场大忌，也是因为这一点，所以我才一直都没有说。其实我跟小山一直都很注意了，没想到还是被大家发现了。您放心，我不会因为个人感情影响工作的。这就是我要批评你的，我们科研人员的婚恋问题向来就是个大难题，能够内部消化，干嘛要藏着掖着？多么好的事情，瞒着我，把我当成外人，我是什么样人你不清楚吗？我在你的心里边就是那种老古板吗？我现在就明确地告诉你，你和周小山的事情，我不仅不反对，而且我要大力地支持你。王老，您说真的吗？您刚刚吓死我了。你都多大了，谈个恋爱还躲躲藏藏的。那不是怕您不同意吗？我会这么干吗？佳玲啊，我看到你、小山、春然还有张宇，你们能够一对一对的走到一起，我是由衷的感到高兴啊。其实只要你们处理得当，好的感情不但不会影响工作，反而会大大促进工作，对不对？对，上班时间工作，下班时间约会了，还能继续聊工作，是您赚了。对，我赚了，我赚了。据说下午1点，我们组需要进入一下大会议室。大会议室有人定了，只有小会议室了。哪个组定的？能不能协调一下？我们组先来后到的，怎么协调啊？哎，我记得下午大会是没人用啊，你记错了吧？没事，我们克服一下，小的就小的吧。猪猪，你是不是心里不开心啊？是因为裘佳宁跟周小山？别跟我提裘佳宁。刚回来，王老怎么说啊？批评你了？怎么，怕了吧？怕的话，昨天就不该那么冲动。好啦，王老没生气，还很支持呢。真的？没想到吧？王老果然是个明白人。明天周六把时间空出来。干嘛？我带你去电影院看恐怖电影。恐怖电影？嗯。为什么？情侣之间必做的10件事儿，你忘了？你还当真了？裘佳宁。不过情侣之间必做的10件事情，为什么会有恐怖电影这一个呢？难道是因为看恐怖电影的时候，女生会害怕地躲在男生怀里吗？你还不算太笨吧？可能你的小算盘要落空了。对啊，你是一个生物学家，每天剪小白鼠的指甲，连眼睛都不会眨一眨，可不用说恐怖电影。哎，眼睛还是会眨的好吗？不过呢，我觉得看恐怖电影也有点好处。什么？我们可以借着恐怖电影的题材来讨论一下生物器官的构造问题，说不定会有新的思路。裘佳宁，你逗我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千万别在跟我约会的时候谈起工作，你知道吗？
为什么？因为会有惩罚。什么惩罚？加班。周小山，嗯，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啊。啊，没有啊。谈恋爱也请注意一下影响好吗？好呀。哎，刚说完。手拿来，把眼睛闭上。干嘛？还有好几件事情没做呢。那树木长得比较茂盛的那一面，在北半球就是南面，在南半球就是北面，简单吧？你知道那十件小事里面我最喜欢哪一件吗？啊？看一场烟花。因为我记得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过生日，我和我爸妈放了一场烟花，我一直记得。所以后来你妈妈走了，就再也没有烟花了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其实小时候很多的事情都不记得了，但是唯独那一次放烟花，一直记得很清楚。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！ 许什么愿啊？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开开心心的，不要吵架。Thank you.
记忆分为很多种，语言记忆、图像记忆、嗅觉记忆、触觉记忆，甚至是混合记忆。语言记忆最清晰准确，但是感官记忆却最深刻。科学家居然学会插花了，怎么了？我就不能插花了？我路过花店的时候，我看挺好看的就买了。哦，姐，你天天面对那些瓶瓶罐罐的，怎么能想起来买花呢？你管我？我知道了。哎，姐，有情况啊。什么情况？肯定不是你自己买的，谁送的呀？肯定是周小山，看你这表情。什么周小山？肯定是他送的。这周小山用了什么办法让一个呆板的女科学家转性了？太厉害了吧！姐，你就不满足一下我八卦之心吗？周小山，给我列了一个情侣之间必做的十件小事的一个列表，说会带我慢慢完成的。哇，哪十件啊？姐，你说。够了，邱佳欣。都窜进池了，姐，你话说一半很吊我胃口的，姐，你最好不说嘛。你就难受吧，邱佳宁，你完蛋了。我说不出口，我给你看，前两天一起昨天的一个周浩生，居然能做出这么浪漫的事儿，横看竖看都不像啊。果然是一物降一物啊，姐。茉莉，你吃，你多吃点。我吃了好多了，你吃吧。你以为我是真的想给你吃啊？我怕自己吃多了长肉。好。哼。嘉欣，我有的时候觉得缘分这个事儿还挺奇妙的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姐在秦斌和我哥之间竟然会选择我哥。哎呀，我姐从小品味就很奇特，我想不通啊，放着我师父不要你哥。我不是说你哥不好啊，其实吧，经过我长期观察，我发现你哥其实还挺适合我姐的，生活上很细心，情感上也很细腻，会做粉给我姐吃，还会处处关照我姐。哎，你知道更夸张的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他竟然列了情侣间的十件小事儿，什么一起坐摩天轮啦，一起看一次日出日落啦，弯下腰为他系鞋带啊，闭上眼手牵手过马路啦，说要陪我姐一一完成，把我姐开心的呀，万年素颜都开始敷面膜啦。哎，所以啊，只要我姐能幸福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茉莉啊，茉莉，你想什么呢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节课没上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你慢点，你慢点，拜拜。哎呀，好浪费啊。是吗？那挺好的。你有空吗？一会儿我请你吃饭。行，待会儿见。怎么了？这是这次的实验数据，空了可以看一下。情况怎么样啊？小鼠的各项特征都趋于稳定。不错，继续保持。邱佳宁，茉莉今天发奖金了，她说要请我吃饭。好啊，去吧。
不是，我就想，要不咱们俩一起去吧？我不是还没有向他正式介绍过你吗？嗯，哥，茉莉，你怎么带他来了？又见面了，哥，我可没说能带家属啊。你怎么自己做决定了？刚刚我和佳妮在外面有点事情，就一起过来了。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？清汤吧。八锅。要一个鸳鸯锅吧。啊，三位可以试一下我们这边最流行的新一代饮品蜜谷果汁茶，跟我们的火锅绝配呢。好啊，年轻小姑娘肯定爱喝，解解辣。要三杯吧。我们有三种口味，你需要哪种呢？嗯，桃道红柚。我要金桔柠檬。三个口味一样来一瓶，你点吧。你一点辣都不能吃啊？对皮肤不好。但我更爱吃。不矛盾啊，点一个鸳鸯锅，他吃辣的，我吃不辣的，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互相尊重吗？你好，三位的蜜谷果汁茶。你的。鸭血。嗯。这锅请慢走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哥，咱们回去吧。实验室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走吧。青春。